坐车就对了，无啦，不过是坐点四十啦。对啦，啊，车不是坐车啦。你伫迄边啦。人家做健康站嘛，他早起，但是袂使擦屁股真甜。好的。来，来，张飞，张飞，加油！来，游览车的出口处在这里。
烧香油钱。那特别看一下这个文昌池，它分别呢有三个门，叫做河川的川，中间这个门呢叫做东门，也叫做玉渡。中间的门现在用线杆挡住了，表示我们一般人走不走，一般人不走，中间谁在走的？神，还有皇帝，现在的国家元首。那我们进去庙里是有规矩的，来，遇到命令品，依神明的坐像哦，神明的坐像哈，来，神明是这样的方向，所以是左青龙，右白虎。龙门进，龙在哪里？墙上有个龙的图案，这里的墙上有五个图案，所以是龙门进，虎门出。那如果因为宗教信仰，有些人他没有要拜拜，没关系，想要跟文昌帝君许个自己的愿望。来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叫做拜杆，最虔诚的位置，好，最虔诚的位置，直接跟文昌帝君用说的，而且要说出来哦，要说出来。说在心里，文昌帝君没有听到，要说出来哈。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里面供奉的文昌哈。我们想要考试考第一，我们事业升迁，不仅只有读书人的守护神哦，我们还有其他行业的祖师爷，有戏剧的南管跟北管，还有公益的鲁班公、木匠的荷叶仙师、这猴子爷，还有蜈蚣仙师、打铁炼钢的祖师爷，所以不仅仅只有文昌。那当然，我要分享一下我们的文昌哈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文昌帝君，第一个回斗星君，想要考试考第一，回斗就是榜首的意思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：回心点斗，菩萨鳌头。来，第二个关圣帝君，文武双全的关公。再来第三个指统帝君，他姓张，名牙子氏的孝子，百善孝为先。书念的怎么高，钱赚的怎么多，都没有孝顺来的重要。所以，我们将真正的文昌帝君就私弃子统帝君来担任。所以，大家知道我们里面的文昌帝君是哪一位喽？子统帝君。好，再来第四个五用帝君，八仙之一的吕洞宾，朱衣神君。朱衣就是一个身穿红袍，在皇帝身边的一位前法官。今天啊，他跟你考上了。要去见皇上，他必须由朱衣神君带领您去见皇上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来，大家待会我们的小屁股要离开椅子哦。来，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最古老的门神神书玉律。这个门神的眼睛呢相当的特别，它是个 3D 的地图画法，走到哪里会跟着我们看到哪里。可是要怎么看？来，大家跟着我进去看的时候，你们的脚要像什么螃蟹一样，螃蟹怎么走？嘿，溜溜溜，大哥溜溜溜，阿妹溜了溜，来。看着门神的眼睛，我们视线不要离开它，然后要左右移动。好，看我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等回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们去看一下门神的眼睛，好不好？还有里面有棋谱卡，大哥。哎，是一个台南村原画室潘月雄老师，他的祖孙一家三代都在画纹身，他的阿公、他的爸爸还有他，潘月雄、潘碧水、潘村原浩，这一家三家族在画的。六六，来，里面有一张祈福卡，请写上姓名、写愿望，自由写。好，小姐姐，如果想要为自己写、为家人写、为你的孩子写，拜托，请写姓名跟愿望，不要留你的 FB、脸书、行动电话。家里电话，我他必须很忙，我会打电话跟回信给大家。来，大家跟着我进来分享一下门神的眼睛，走到哪里看到哪里，是个三 D 的地方画法，好不好？来，跟着我进来看，来，讲，这边免费吧，来，大家都坐位地板，好，来，来，请一起过来，一起过来，来，一起来。里面哈，我不用麦克风，因为表示对神明的尊敬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一起进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神书跟玉律，我们选。
写一张。